延续上一集向民众有介绍如何选择市面上优质的钙质产品之外，面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期，还可以补充哪一些维生素和营养，帮助身体快速成长、健康成长呢？由德政新闻特别推出的乐活好健康单元，继续请专家来为您说明。免疫系统功能下降该如何预防？身体老化速度越来越快，该怎么保养？让 Omega 带你一一解析，破解健康密码。请你锁定由 Omega 提供，周一至周六东森新闻乐活好健康系列报道。孩子的健康成长呢，是做父母的最大心愿。那我们其实在暑假期间，孩子的活动量比较大，这时候呢，我们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营养的补充我们 Omega 有一种产品叫做 Try Up Plus， 它呢是有七大营养成分，然后还有三大功效。首先它是有 DHA 和 PS， 那这两个成分呢，它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因子，提高我们的记忆力，使我们智力变得更好。还有两种，是一个是蓝莓，一个是黑加仑，它们呢中间还有大量的叶黄素，可以提高我们的视力。还有小球皂和花粉精华这两个成分呢是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，因为它是纯天然的营养素。最后我们在这个产品中又加入了木糖醇的成分，那可以巩固我们牙齿，防止蛀牙其实我们 Trap Plus 呢不单单是针对青少年的产品，我们像一些老年人患有老年痴呆症或视力模糊的人群呢，也可以服用我们这个产品。鼓励天天学一点，生活越健康。乐活好健康系列报道，为了方便观众建立起这完整正确的健康知识，星期六晚间还会汇整这一周来所有与钙质相关的系列报道，方便全家人一起来温故知新。请您持续来锁